ご主人様と一緒に楽しい一日を始めちゃおう。哎，他是不是最大的那个？我就想看一下，我不能很近的看哦。哎，很奇怪，哇，你们真的很奇怪，好像你们就可以，我就不行这样，我不能这样看吗？这一款全新的手游由那个 NAT Games 所研发的《蔚蓝档案》，对，我的 ID 。不好意思哦，我就是早餐店帅哥本人，谢谢。然后这个游戏的主轴呢是主打学员，然后青春跟舞，他扮演的老师，然后指挥枪械武装的美少女学生们一起作战，并跟随着剧情的发展，然后带领你自己的同学解决所有在学员的都市里面发生的各种案件。这个，而且他 BGM 也换了。不觉得很晕吗？超晕的哎！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我的按看，然后按不同的，就哇，切到这个突然就晕爆了。我觉得他整个气息跟我很像，冷冷厌世的小姐姐。等一下有人密我了，白痴哦！等一下，想密我了啦！我现在很忙哦。嗨，老师，上次透过联络后就没有回复，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好，我要跟他说我手机坏掉了。然后我因为手机坏掉，所以我没有回复到你，真的很抱歉哦，想同学。你看他是不是喜欢我？他是不是喜欢我？他密我，他是一定是喜欢我。他还有一个，我昨天有发现的一个东西，来这边，你这边可以输入你的称号，然后他就会叫你什么什么先生。看，伊丽丝先生。真的是抱歉了，他喜欢我。欸，这画风我蛮喜欢，因为很精致。要把婆组一对，这么说你的婆好像很多咯，你这个花心的人。好可爱哦。哦，哎，有动画，好 Q 哦。巨可爱，来来来，哇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！再一次，好 Q 哦 ！Oh my god！ 哦，过关了，他终于爆了。好可爱，你刚刚看到他拨头发吗？可爱哦，好可爱。我有9960颗石头。哦，刚刚是怎样？我有。你看，我有。随便随意的画爱心，我画啦，爱心，哎，有了，真的画爱心有用，真的有用，啊，是谁？真的爱心之力耶，哇！真迹哇！可是我黑掉了，但没关系。それで今から何をすればいいの？ご主人様と一緒に楽しい一日を始めちゃおう。哎，他是不是最大的那个？よかったんでしょう。我就想看一下，我不能很近的看哦。哎，很奇怪，哇，你们真的很奇怪，好像你们就可以，我就不能这样，我不能这样看吗？私が一緒に立ち向かっ、奇怪。小さいからって舐めないで。嘿 ，OK 吧？哇，有了，真的有了耶！
有了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谁？好 Q 哦，是星爷。他有小虎牙哎。欸，所以爱心是有用的耶。欸，这是什么都市传说啊？这边先，这边先提醒各位，当然是连结自己下载哦。咪，有人密我了，这摩托超酷的，是谁？当然是盐啦，因为你已经够甜了，所以应该是不用加糖吧。你看这边就可以前往，就是你跟风华的羁绊剧情。哦，怎么办？我两个羁绊剧情哎，受不了。这个可能就是等我自己看哦。你们想要就是知道什么羁绊剧情，你们自己看哦。这个我要自己看。好啦，今天的这个蔚蓝档案环节结束啦，感谢各位。喜欢我影片的朋友们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并留言让我知道哦。